斜拉桥的特点。斜拉桥又称斜张桥，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拉在桥塔上的一种桥梁。它的特点是桥梁跨度较大，有利于跨越很宽的障碍物，造型美观。桥体可调整主梁内力，使内力分布均匀合理，且能将主梁做成等截面梁，便于制造和安装。斜拉索的水平拉力相当于对混凝土梁施加的预压力，有助于提高梁的抗裂性能，并充分发挥高强材料的特性。桥梁的竖向刚度和抗扭刚度较强，抗风稳定性要好，且便于采用悬臂法施工和架设，施工安全可靠。